丰原地区曾经是漆器的外销重镇，而这一项重要的地方文化却随着产业的没落，人才流失。在地艺术家陈永兴就积极的扶植新秀并传承，与台艺大及清华大学等学生，透过多元媒材，包括有钢笔、陶胎等，进行产学漆文化的推广，也赋予了传统漆器文创的魅力。而最近在丰原漆艺馆展现成果，有机会也可以到场欣赏。就是磨平以后，就这样一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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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传统漆器与多元媒材激荡出的艺术火花，一件件的作品都是在地漆艺家陈永兴与20位台艺大及清华大学等学生共同创作而出，让漆器有了更多元的生活面貌展现。那因为我们这次展出的成员总共有21位，那每一位呢基本上也都是在某个专业已经是非常成功的，所以他们利用他们自己已经既有的一些技能，然后施予我们现在漆的表现，所以每个的那种呈现的作品都相当的成熟度非常的高。争取机会要来作为我们第二个场馆，希望我未来我们能提供更好的服务品质，让我们爱好漆器的朋友们能来我们丰原。在地漆艺家陈永兴也是现任台湾漆艺协会理事长，对漆器的传承、扶植新秀都相当用心，更持续在漆器的创作上努力。而这套带有低调奢华感的茶具作品，也展现出他对漆器独树一帜的风格。是利用了我们的漆器的那个漆灰来做打捻，然后加上用了很多高级的纯金的金粉，来做那个点缀的装饰。所以呢，漆灰基本上它是比较大地色，比较暗沉，然后纯金的金粉呢，它就是比较亮丽，比较华丽，所以这样子呢，也可以做到一种阴阳对比的一种刚柔并济的表现。是要不断的打磨，然后不断的上漆，然后直到它表面上非常的光滑，然后打磨到最后是把它打磨到很光滑的时候，才算是完成它的作品。漆器的做工繁复，但透过了新时代的巧手变化，不论在钢笔还是蓝胎等表现上，都能够为美感带来加分。有机会可以到场欣赏，感受传统工艺走出新生的文化魅力。记者李江台中采访报道。